我们已经准备好，可以开始工作。所以现在我想要正式的确定，我们的会议要开始。热情的欢迎大家，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这是 NRA 的重要的一个会议。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叫刚哥，斯特凡尼亚刚哥，安尼亚刚哥，我在这里联合国工作，我负责地区和分地区的工作，我负责各种各样的功能，然后办会议，它是基层举办的，然后要谈相关的主题。在我把说话权给Flavio 我们的主持，然后邀请我们的发言者四个发言者。首先，我想要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我们在这个会议期间，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刻苦的。消息，我们知道 Marine Kane 我们的同事是非常重要的人，我们有一个很残酷的消息，但是他的异常是特别重要的。你认识他，他本来要成本会议的主持人，但是曾经收到消息他去世了，所以我们感到非常悲伤。他很多年和我们合作，他是过去是我们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一个成员，所以我们一直会保持他在我们的基地中。非常感谢，我们保持了沉默。现在将说话权给 Marilyn， 他想要开始这个环节，然后 Flavio 教授会继续，他会介绍下一这个环节的题目。欢迎 Marilyn。我们现在还无法听到你的声音。Mary 有一些问题，所以我现在请 Flavio 直接当作为主持啊 ，Mary 可以。热情的欢迎各位，我这里是 Mary 乌多吗？我是南非地区的代表。IGF， 安吉刚才说这是我们的主要会议。NRI 主要会议，所以我们每个那个 IGF 国内和地区的代表人员要参加这个会议。本来 Marilyn K 要当我们的主持人，我现在想要为他的提议表示尊重。Flavio 教授和我要当联合主持人，其他发言人他是代表各种各样的国内和地区的NRI， 然后今天我们要主要谈的问题是互联网作用，特别是在灾难或者是突发事件之中的作用。非常热情的欢迎各位，我们是康菲斯的基于基层活动，
举办这个活动，然后我们的这次的会议要包括所有的 NRI。我们想要讨论互联网怎么能够起特别的作用，特别是在疫情之中，所以各个地区的 NRI 代表他想要告诉我们地区的平衡，然后我们也会通过这么多发言人而看到我们多元化的意见。我们也知道发言人每个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的会议有四个不同的环节。第一个环节现在开始大概得到5:01想要继续。我同事 Flavio 教授巴西代表巴西的 IGF， 他可以更好的介绍我们的这个时间距离，然后让大家保持速度比较慢，以便让其他同事能够更容易的理解你的意思，同时让翻译可以完成他们的工作，将你们所说的意见完成联合国的工作员。另外呢，请你们记住你们的意见是非常重要，各个人的各个代表的意见还有这个投票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未来会对一些问题投票表示意见，鼓励大家就是用这种互动的方式参与我们的会议。非常感谢，现在 Flavio， 非常感谢 Mary， 我很荣幸参与这个会议，作为主持人，联合主持人。我们觉得非常可惜，我们宝贵的朋友 Marilyn Kane 无法今天参加这个会议，他是我们的那个 NRI 的领导人之一，所以现在我们要为他的记忆而工作。我们现在第一步是投票一个程序，就是每一个本次会议的每一个环节会组织这样的一个投票，你们可以自愿的参加这个投票，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参加。第一个环节是世界上灾难中互联网起的作用。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限制，特别是疫情之中，但是互联网提供很多便利，我们可以在家里工作受教育。我想知道一些互联网是否帮我们恢复这个正常的它有没有这种作用，就是具有回原能力。我们首先有 Isabel Chusai Danara Hajirafer 代表巴拿马、巴西、阿拉伯和哥伦比亚提取，所以首先请看第一个投票结果。欢迎 Lucien Cadex 接受法国的情况，热情的欢迎各位。我是法国这个政府间的会议的联合主席，我也是法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现在我因为代表法国，所以想要法语。我们这个疫情危机，我觉得我们的角色继续起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法国，我们想要继续学习。当然，现在我们有很严重的情况，我们从年初要执行很多的卫生措施，现在我们重新执行封城程序，所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措施要防止打击这个
疫情，但是我们致力于遵守基本人权啊，遵守基本价值。过去讨论的是这个患者和患者接触的跟踪，我们就是提问这个是否侵入我们的个人的自由。法国的一个哲学家他说我们必须遵守人权的自由，所以现在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互联网可以起重要作用的社会。我们今天也讨论网络是一种特别的空间，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现有问题。法国的 IGF 它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普通的成员，许多成员，所以现在我们在法国会有普通的工作模型，比方说大学对教育的可以有创新方法，有很多课程，有很多软件，服务普通的群体。我们和政府决定我们可以在这个我们决定我们对这个互联网的了解要分裂几个领域。首一个，我们是做我们可以未来思考怎么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教育，还有三个题目通过我们的讨论而出现。第一是数字技术的敏感性，因为现在有新的数字工具在使用，所以因此有新的服务、新的沟通方式，因此有很多环保挑战。另外呢，还有一些涉及全部的法国国家地区，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互联网。现在有请来自哥伦比亚 Isabel Cristina de Avila Benitas 请，非常感谢。热烈欢迎所有的同事们，我们整个家庭所有的参与者。我是电子部的哥伦比亚的代表人，非常感谢我有这个机会受到邀请参加网络治理论坛。当然我们说互联网是支持我们共同经济的一个措施，也是动员各个国家的行动。在哥伦比亚一个很大的我们企业的一个很中很多企业，大部分是小众企业，他们已经具有一些数字程序支持他们的营业。但是现在哥伦比亚政府正在准备一些新的政策，采用一些新的方式支持这些企业提高他们的竞争力，帮助他们面对疫情。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一些法律的措施有关数字转型以及数字安全、网络安全。这些公司、这些企业需要考虑到不同组织、不同单位的规模和大小，他们正在经过这个数字化的转型，是为了提高销售量以及更好的使用资源。那第二方面，如果我们说这些技术的设备和工具，从技术部角度来看，我们向这些企业提供支持。我是说这些企业没有自己的网站，也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网络上。我们给他们提供一套有关
保证网络连接的支持，帮助他们创建自己的网站以及使用数据，为了帮助他们在出现在网络上。互联网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面对由疫情引起的危机，我们在哥伦比亚现在正在努力提高联通的水平，只有50%，哥伦比亚家庭的50%已经获得了互联网的连接。我们希望能再进一步将20%的家庭到2022年或入网，这是我们政策最基本的一个部分，有关数据交流。我们整个战略是集中在我们哥伦比亚的公民能使用互联网实现一些教育、工作等目标，从社会和公民的需要。很重要的是对政府来说，也有一些，比如说哥伦比亚的人民的生活变得更便捷，这也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所说的话 Isabel。 现在有请我们第三位发言者。第一个问题，Kusai Al-Shati 来自科威特，请您回答第一个问题。非常感谢 Claudio。 我的发言，我想从提起我的一个伟大的朋友 Madeline Kate 开始，让他安息。我现在想继续讨论互联网在面对各种灾难包括疫情的作用。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忧虑，互联网已经证明了是最重要的，是必要的工具，来使用在今天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危机。我们封闭在我们的位置，我们因为这些约束和隔离无法进行流动，进行商贸上学或者与家人联系。我们肯定知道互联网帮助缓解这些约束，并克服许多多方面的问题。我们最基本的需要可以得到实现，比如说物流或者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或者与同事们的合作，或者与家人的交往，或者经营我们的公司。虽然我们可以得到电视台或者电台的来自从他们来到的信息，但是我们主要还是依靠互联网的信息。互联网变成了我们通讯的主要通道，并了解疫情的情况，或者有关军令隔离等等的信息，或者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目前所处于的情况，包括国内地区以及全球的状态。互联网已经证明了它是一个重要的工具，能实现这些任务。由于这个工具的重要性，我们也意识到政府必须提供向社会提供信息，企业还有其他的社群都必须获得这些信息，所以政府也对网络的连接提供补贴，包括移动网络以及有线网络。在这个 5G 速度以内，所以我们现在说大家都能享受入网这个措施。为了让大家都能得到信息，卫生组织
让他们能进行经营他们的公司，并得到医疗的重要的信息。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远程工作，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公司经营通过这个远程方式经营。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远程方式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我们与朋友们联系，与家人联系。有的趋势将来不仅是在疫情的期间，但是以后会永久使用，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比如说网上会见，请你做一个小总结。好的，其中的有的趋势会作为主流的趋势，在疫情结束以后会仍然有效。比如说网上的合作、网上的会议、网上的商务会议，以及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一些服务，这个趋势在疫情结束之后会还是仍然继续下去。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互联网就变成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已经它的优势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通讯方式，比如说电视台或者电台。非常感谢库塞。冠状病毒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是很多挑战使得更明显。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在你们的社群中特别明显？首先请 Tamara Laos 来自巴西回答这个问题。非常感谢，热情的欢迎各位，晚上好，早上好，我叫 Tamara Laos， 我是巴西 IGF 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和协调人员。我们是从2011年经常进行会议。当然互联网对巴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从三月开始，在巴西曾经执行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因为减少疫情的后果。现在互联网的这个工作坊经常出现，因为其他国家开始执行一些措施，我们也类似，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严重情况，疫情情况，我们面临了一些问题。问我这个能量的信息，如果这个流动特别高，那就无法正常的运行。政府他会邀请利益有关方，包括运营商，就是采取一些促进基础设施正常运行的措施。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它是依赖于我们的在巴西不同地方的这个信息交流广电连点，因此呢我们觉得所有的流动要采取宽带。但是虽然流动量在巴西提高了，但是我们的这个连接点到现在还无法提高，所以我们现在的速度是每秒钟11 terabit。我们的情况就现实了，互联网在这种不同的限制情况下会起很重要的作用，让大家进行沟通，保持联系，能够工作学习。这个入网能力也告诉我们各种各样的涉及虚假信息的问题而且这个时期是我们需要安全的没有问题的工作，所以我们不需要这种干扰。我们现在
有立法工作，有一个新的法律的条案可以帮我们更好使用互联网，但是专家人他当有一些风险，特别是涉及到言论自由、沟通隐私，还有信息的安全，还有一些业务这个正常工作的问题。我代表巴西政府，想要代表我们的这个爱听语句的意思，我们会一直对 American 有很好记忆。非常感谢，现在有请 Jennifer Lomas 代表巴拿马热情的欢迎各位。大家说疫情这个大流行，它提高我们对透明管理的需要，对互联网透明管理的需要，但是也就是加强了我们隐私的需要。这是在大灾难之前和之后所可以看到，巴拿马曾经有很大的数字化进步，我们成功的发现涉及互联网发展的这个挑战和成功。我们特别是在立法工作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更好的消除数字化的不平等。互联网已经在我们生活各个方面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而且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我们很快的想要恢复通过上网恢复工作。随着在我们的工作法也列入一些更新修正，我们想要这个劳动法不断的更新，就是适应我们的现有的情况。可以说现在是我们身处大自然的灾难中，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更好的保持用户的新信息，这是对政府部门也是对企业的要求，特别是因为我们想要保护金融行业和工作用的行业。我们有一个网站特别就是建立为了征集集成集体做对各种各样的通道做一体化。因为我可以说政府不同的部门的服务受老百姓的关注，然后保护敏感信息的原则可以在这个网站明确的介绍给观众的。政府也建立了一定的条件，为了促使未来的数字化发展和这个互联网的越来越好的更新。当然这些都需要一定的预算，我们还有一个巴拿马团结计划，这是一种援助资金计划给最贫穷的人，因为他们各种群体需要各种各样的协助，然后我们的系统可以使用这个有必要人的信息，看他们的需要，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互联网的资源。首先用户必须确认自己的身份，然后这个确认信息的这些数据，这是由用户知道的，所以我们可以保证这种互联网的服务可以给大家使用。疫情它更加强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使用互联网的频率，但是这些挑战还是存在，我们需要很多新的解决方案，新的工具，所以要不断的改善技术。巴拿马会
注意我们的国家的这个立法政策可跟随情况的变更，因为疫情，我们也会作为国家发展更多的创新。非常感谢，现在有俄罗斯的提莫菲先生，请您保持时间纪律。非常感谢，举办方让我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分享我们的经验。当然，现在我们有需要得到更多的可靠信息。但是这个信息的介绍方式，因为是易于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就是争斗得到用户的注意。现在我们在俄罗斯有一个中心，专门负责所有关于疫情的信息，这是很大的一个任务。一方面，互联网、社交媒体还有各种各样的通信软件，它可以提供很多虚假信息，有时候根本没有这个事实证明的信息，可以称为用户这个生命或者健康的危险。比方说提供给用户虚假的治疗一些方式，可以使他们死亡。因此呢，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我们的人民。人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谣言，比方说喝多喝伏特加可以治这个病毒，但是我们的致力是要让消费者得到最可靠的官方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官方的账户发送给专门的平台，然后我们和部落格人员一起合作，我们有60个多频道，然后在每个地区有中央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它可以打击这些虚假消息，没有证明的消息。有的时候我们30分钟可以冻结人，甚至到到警察，然后抓住这些在俄罗斯所有的85个区域影响这种虚假信息的人。我们可以很快的在所有的85个信息消除这些信息，所以已经是一个挑战，但是同时它给我们一个新的沟通方式。所以以信任为主的一个官方和人民的交流，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给人民提供真实的信息，告诉他们疫情正的现状。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欢迎大家到俄罗斯疫情之后参观我们的国家。现在欢迎大家以下面的对话我可以做更多的意见。我们已经超过了时间，现在我们还没有在聊天室还没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弄到下一个环节，是集中在技术如何可以帮助人们。我想请阿尼亚启动第二次投票，我们想考虑有什么样的好的实践应对灾难在使用新技术的这个环境内。我们有几个发言者，包括 Emanuela Girardi 来自多米尼加，还有 Jennifer Chang 来自亚太地区。现在有请来自 Emanuela 女士，她代表意大利。
现在再次请求所有的发言者不要超过三分钟的时间。热烈欢迎，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本会议。我是意大利 IGF 的成员。今天我想讨论意大利的经验，特别是在以数据为基础的技术。在意大利的疫情是三月份开始的，意大利是欧洲第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疫情。意大利的科学界特别是有关数据和技术创造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帮助政府卫生组织医生们快速应对这个天然灾难。我现在想讨论其中的很重要的三个倡议，其中的一个是生物计算，还有刚才已经提到了，还有就是这个信息的疫情。科学家的团队使用了人工智能，为了分析有关作为这个药物为基础的蛋白。这些数据对医生们，对一个科学家们非常有用。他们搜索所存在的药物的库，找一些可以使用在治疗病毒患者。第二个方面是视觉分析，为了搜集一些 X 照等等的资料，有这些肺炎的患者等等X 光照，由此我们创造了一个算法，可以帮助我们识别非常快速而且低成本的方式识别冠状病毒的肺炎。第二个方面是所谓的虚假信息的疫情，刚才的一个发言者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正是在疫情的期间，我们要面对大量的有关疫情，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的信息。有的信息不是可以依靠的，所以对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很难能找到一些可靠的信息来源。所以又有一个科学家们的团队使用了人工智能来分析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并控制这些虚假信息的泛滥，从而有了一个指标。这个指标是一个给我们快速的提醒，可以评估所采取的政策对社会的影响，并控制管理社会对这些政策的感受。这个指标在刚开始的时候是30%，然后从这个正式的政策实行开始，这个比例就下降了到3%。因为就大量虚假信息出现了。由于我们准备了几个倡议，但是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听别人的意见，所以我想到此为止。非常感谢，非常非常快的发言。现在我们转到 Osvaldo。大家好，首先我想祝贺所有的已经发言的发言者，提出他们有关使用互联网应对灾难的这些事情。在我们谈如何应对使用新的技术，以数据为基础 的技术应对灾难，在我们阿根廷等地区，我们创造了一个跨学科的论坛，想得出一些结论，包括有关封锁、人间隔离等等这些方面的所带来的结论。这其中的目标是是否我们的公民遵守这些规矩、这些约束，是否通讯技术会影响我们的老百姓的感受，
精神状态。大部分的公民在受到这个隔离的约束，还是保持特别活动的状态。他们使用一些新的设备，网络设备，与家人联系，还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还考察了一种可能，在无法获得互联网的连接，我们也考察了一些不同年龄的人群。这些对待的方式 是多样性的。如果说到与人间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学习新的东西，在这方面的区别是最大的。我们看到了年龄大一点的人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培训，如何使用新的技术，为了他们能与其他的人们保持联系，保持他们的人际关系，提高他们的电子技能，为了他们能更积极地接受新的技术。多米尼加政府也非常努力要准备一种数字的政策。在这个方面，我们推出最主要的是在互联网的服务能改善不同的应用程序和服务的使用率，比如说税务啊或者其他的手续的程序，为了能让所有的人们更安全的在这个特殊期间中能使用，能得到这些服务。结果是这些服务的运作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领域，政府采取了特别积极的态度，是比如这个病毒和距离的有关的信息，有更重要的应用程序使用手机还有聊天工具可以进行自诊。那结果给我们表明这些工具的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好的。相关的官方组织可以更有效的跟踪人之间的流动，当然同时也遵守隐私的规则。作为最后一句，我们知道远程工作远程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支持这些工作的程序在我们国家取得了很好的作用，也是在这个中在这个特别的时期，非常感谢。现在有请Jennifer Chang 代表亚太地区，有请。非常感谢，我叫 Jennifer Chang， 我代表亚太地区 IGF。我想要佩服刚才发言的同事，因为他们都说有非常有效的普通的工具已经在很多国家得到落实。我们知道亚太地区是多元化的一个地区，有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然后疫情大流行也是就是在这个地区起源，因此地区内有各种各样的应对这个疫情的措施，有地区内有三个国家也得到很高的评价，这是新西兰台湾还有越南，他们都做得非常好。我觉得这是很高兴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过去我们因为只有发达国家富有国家才可以有效的应对灾难，但是现在好像创新是关键的，台湾是很好的一个列子，他们的经济实体是很强的实力。难民他们的光明对政府有信任，然后他有非常明确的路线图，他们可以跟踪和患者的接触，还有
很多人员虽然对适应圈有些担忧，因为他怕这个跟踪软件是不足够的，有的软件它是对这些比较有困难伤亡的群体也提供援助。一般情况下如果有灾难就无法找到他们，但是现在加上这个疫情的压力，事情可以是更强的。我们并有的国家他们有应对的非常非常快，比方说孟加拉国他对残疾人提供了一些便利，他对那个对使用标志语言告诉人家怎么能够应对，然后我们觉得数字化是一个现实，但是现在还是有这个数字鸿沟存在，而且这个现在变得更明确，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就是他们适应现在的情况。比方说菲律宾它有一个故事，有些学生为了得到很好的信号他要爬树，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改造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看学生要保证他们能够继续参与教育，所以我可以说还有韩国人在我后要介绍他们的情况，我现在因为时间限制就不说了。如果我们说良好的这个工作示范对这个灾难的应急，我们想要集中于下一步人群，首先美国的 Dustin Loop， 以后 Olga Cavalli 代表 Argentine， 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谢谢。我代表美国的 IGF，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Marilyn 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好朋友，我们现在悼念他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如同很多国家一样，在美国疫情也是成为最重要的讨论主题。我们采集了很多视频，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美国地区的代表，他们告诉我们互联网在现在的生活所提起的作用。比方说有一个物流服务公司他现在两个星期之前在四月的时候放一放他的这个医疗服务量。另外呢有很多人用网络可以联系家庭成员，有很多服务公司还有这个受这些服务的用户，他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智慧和基础设施，一般情况下在受这个服务之前要得到这些条件的满足。另外呢政府他必须了解到数字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已经部分开始做相关的工作。在美国药城医疗是成为非常重要，有的医务所他们是完全在这个网上工作，可以把对于他们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不足，让我们的工作很难，在结构上方面，在组织上方面。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联邦政府或者地区政府，他们就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是完成医疗服务能够成为现实。所以我们因为有这些措施，所以这些医疗服务可以很快的得到执行。但是
网上解决方案，它需要两个方面的同意，就是用户和服务商都应该有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但是如果没有普遍的基础设施能力，那做不到我们所欲望的目标。但是很高兴发现我们在普通的地方可以很快的发展这些基础设施。我们也发现我们需要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这样可以更好的面对下一次的灾难。这样我们可以一下子保证所有的需要的人可以随时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服务和便利。现在有请阿根廷奥卡卡瓦里女士，热情的欢迎。我叫我奥卡，我代表阿根廷 IGF， 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工作。我很喜欢我们已经去世的 Marilyn 同事。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家的工作，这个好气氛。阿根廷可以说它有各个省份，我们是比较大面积大的国家，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不需要有任何这个省份之间的特别交流的措施，但是现在在疫情之下，我们就没办法自由的流动，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疫情下的限制，特别是对农民来说，我们的经济是以农产品为主，所以他们这些小工厂、农场，他无法把他们产品自由的送到市场上。另外呢，我们的经济它是就是有先进。我们很少用银行服务，我们都是一对一的交易方式，所以对这些农户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难题。一般情况下，他们从农村要到大市场去，经常要跨过这个省区的边境。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农业技术学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这个倡议，然后我们成功的建造了一个网络，是一种贸易团结网络。这是一个系统，它把几个电子商店连接在一起。我们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些沟通工具，我们是主要是使用手机，然后他们和这些小型农户保持联系，这样帮助他们能够继续销售自己的产品。另外呢，这些小型农户他被允许，就是政府同意他们继续旅游，为了工作而旅游，这样地方政府和他们合作，然后这些平台合作，为了普及这种在线付款方式。当然在疫情之前我们已经有初步的相关工作，但是这样我们这个工作加快，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付款技术。如果你想要看，我们有一个网站，我在这个聊天对话框可以提供给你们具体的信息。非常感谢，感谢。下一个人是对不起，我的声音没打开。非常感谢 Olga。 现在有请来自韩国 IGF 的代表人。现在，这位先生有请，您有2分钟。
disease control is very widely accepted by the media. Znaczy, nie dość, że język nie jest angielski, to jeszcze przeszkadzają jakieś inne dźwięki. Technologia pozwala na śledzenie kontaktu. 技术会帮助我们跟踪跟疫情有关的流动信息。很重要的是，我们不要进行很大的约束。我们韩国的政府 推出了一些流动跟踪的解决方案，考虑到有关公共交通等人群流动的数据，我们要向公民保证正确的跟踪以及保护隐私数据，这对我们带来了很多不同的事项。 我们要记得在应对疫情的时候，要限制给公民的风险。政府正在努力解决各种各样的担忧。技术以法律框架适用，也保证数据的隐私。当然， 许多人们都有很多担忧，由于大量的个人信息的泄露，我们已经改变了有关个人数据的公布的规则。由此，我们已经限制了这个可以提供这个数据的范围。流动跟踪的技术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其收集这些数据的目标将集中在这个疫情解决和保护公民的安全。公民现在有感觉和能保持他们的私隐，但是同时也会注意公共的安全。非常感谢。 现在我们要开始会议第三个环节，其主题是没有人要掉队。我们准备了第三次投票，请安雅显示投票，为大家显示，请各位回答问题。 第三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互联网的数据来应对灾难？我们有三个发言者。Bonsalet Ilelejif 先生，代表 西非，Roberto Zambrana 代表玻利维亚。 还有来自西班牙的 Felix Hernandez Gil 先生，有请。没个发言者有三分钟的时间。超过了时间的时候，我不得不打断。有请。我现在看不到Ponsolato先生，那我们现在从下一位发言者开始吧。Roberto， 请。非常感谢 Flavio， 我很高兴能跟你们在一起，跟我的同事们在一起。我想强调，我想说，我们大家在我们的国家，在三月份我们进入了封锁的状态，对我们来说是三月份的23日。 大部分的服务行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包括教育，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服务，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公共服务，有关行政，都冷冻了，都受到了封锁，因为没有办法进行日常的工作。但这些服务都是对公民非常重要的，没有人对此做了一些预备。许多政府机关
都在这个条件下需要运作，因为要预备的话，需要多年的时间，做了做充分的准备。准备和技术的基础设施是关键的，来应付这种情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好的经验，是来自拉巴斯玻利维亚拉巴斯地区的地区政府。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我们能看到。 技术是一个我们主要的合作伙伴，但是这里面我们不仅要限于移动的应用程序，提供一些信息，我们也看到可以非常的简约的方式连接所有的通讯的技术，并共享为。 这个市政厅的工作人员，让他们用远程工作和进行他们的任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帮助我们使用这个技术，以及保持联系、保持通讯，与市政厅的通讯。为了让我们的公民能得到一些信息，也不仅限于信息，也可以向他们提供一些服务。 我就提出一个当时发生的例子，特别是有关这个能得到服务的人数，在疫情爆发之前，注册了45万公民使用这些服务。当时在疫情爆发之后，我们最近测试了一下，有25万所注册的人口。当然，疫情。 也造成了很多人在整个世界上的担忧。但是如果我们要说一些更乐观的因素，跟疫情有关的因素，那我们需要提出非常快的速度，以及很广泛的对这些互联网各种各样的服务的支持。非常感谢 ，Roberto。 非常感谢您遵守3分钟的时限。现在我们邀请Felix Hernandez Gil 来自西班牙的 IGF。非常感谢 Flavio。西班牙的快速互联网的联通程度，允许我们保持。 所有服务的持续性，包括教育工作，以及和公民的服务。我们推行了一些措施，允许我们保证快速的网络入网以及和大流量的网络。由于法律规范的框架。 不同的通讯运营商可以进行光纤的这个方面的投资，可以更好的发展基础设施的财产。现在在西班牙的覆盖率已经达到88%。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法律规定有关入网的规定，为了能保证。 在西班牙的不同区域，大家都能获得网络的连接。现在我们要规定最低的网络速度是30兆。新的规定是也是为了保证低成本的入网措施，特别是对这些收入比较低的人群。在疫情期间。 我们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由于受到了一些来自通讯运营商的支持，比如说包括这个收入地的人群对他们的一些特别的措施，其中我们再加上一些免费的数据流量，以及提供。 这个家庭用途的网络连接，此外，我们还说一些这些公共服务的使用可能，这些服务是
为了帮助一些受到遭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人群，一些以前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实行的服务已经完全消失了，所以远程网上的服务替代了这些以前的电信服务。这是我想所说的一切，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Felix， 非常感谢您。下一个问题是有关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如何让我们的法律规范配合不同人群的需要。现在有请 Zaina Boharp 女士代表黎巴农。是亲的，欢迎各位。我完全赞成刚才我同事发表的意见，同时呢我觉得要记住存在的风险，特别是儿童上网或者使用技术的风险。现在的情况是孩子长期的连接网络，不只是为了受教育或者沟通，但是他也可以得知各种各样的意见，所以对他的安全生成一个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很快的解决一个挑战。黎巴嫩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复议，看我们需要什么措施。最后的 IGF 的会议就是专门面对这个孩子在这个危机之中的需要。我们想要早期才是措施，不当这个恶意的后果。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的国内的问题，也是全球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有个恶性信息、恶性内容，它可以有不好的心理后果。我们要加快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呢我们要致力于扮演关键的角色。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国内委员会，要集中于儿童的这个问题，然后联合普通的结构，包括非政府组织等等。这个委员会它现在也做一个草案，想要给老师们准备资料，同时给家长一个特别手册，告诉他们怎么保护儿童在线怎么保证他们在线的安全。儿童上网的这个行动必须受到我们的关照，因此呢非政府组织必须有积极的作用，使用各种各样的软件，然后保证孩子一辈子可以保持自信。家长必须管理好孩子，禁止他不好的使用。我们现在有很多领域有这种就是分成利的犯罪，这个犯罪案例量现在是差不多每天九例，就是涉及儿童的安全。现在这个检察官现在只通过网上接受，或者通过电话通电接受这种投诉。大家就必须通过这个网站进行他们的举报。另外呢，我觉得因为现在的疫情之下，罪犯可以使用比方说休假的关于卫生医疗的一些信息或者要求，为了得到私隐信息。好，这里有时间纪律，我不得不邀请你快一点。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多协调我们的努力，为了普及智慧知识能力。另外呢，是我们的立法或者政策要更严格的保护社会和儿童，特别是在他们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的时候。
非常感谢。是儿童的保护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特别是在这个灾难之中，现有的疫情之中。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环节。我们有 Mauritius、Mahandran， 非常感谢，感谢欢迎各位。我是代表 Mauritius 的，我们听到，我们可以用很多网上工具，可以就是应对我们的灾难，然后给脆弱的人更多的援助。但是现在我们有新的挑战，或者挑战扩大扩散，因此呢，我们必须保障可以面对所引起来的后果。我们的组织和地方这个社区合作，让大家能够享受这种新的工具，不要让任何人掉在后面。因此呢，我们想要保障包容性。我想要介绍一些我们国家的毛利求斯的一些解决方案。我们有一个调查，就是想要把这个互联网连接到人家。另外呢，我们调查网络的不平等，做结果我们想要让大家更关注这些难题，涉及到网络的使用，我们想要求是保证更开放的更容易接入的网络。我们想要告知各位当事人，更有更好的了解，然后让他们提高他们的网络的智慧，因为要介绍给他们非洲联盟推互联网秩序的确定。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好享受网络服务，希望非洲公民他可以更好的学习网络的知识。我们也要对这个学习方法进步做调查。另外呢，介绍给他们网络秩序的概念。我们觉得我们并不只是消费者，但是是一个使用生态系统的人。另外呢，我们要多注意孩子，特别是这个残疾的儿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要。也要针对农村地区，保证他们也可以入网。我们不想要，并不要要任何人掉队在后面。所以我希望在小学校之外，我们也可以使用更好的或者更多的网络工作网络工具，特别是残疾儿童。另外呢，我们想要采取更多的措施，让大家以正确的方法使用互联网。我们作为 NRI， 我们想要让每个用户可以自己决定他怎么要使用互联网。我们现在可以开始相关的工作，所以我们呼吁大家一起团结，一起发展互联网，这是我们的承诺。非常感谢。现在要开始我们会议的第四个环节，多谈经济状况，还有说灾难的后果。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各个人和家庭受到重要的这个经济议题。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回答。你们可不可以说你们国家的或者你们社区的任何政策可以给家庭可以给这个经济体的援助？我想问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良好示范可以给大家？特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之中，我们会有四个发言人。 我们从 Nick Wenban Smith 开始，他是代表英国的 IGF，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非常感谢，我叫 Nick Wenban Smith， 晚上好，早上好，我不知道你们所在地区的现在的时间，我是代表英国，我这里是工作在秘书处。 我们的委员会有一个计划在今年执行，但是我们执行全球联合国目标。我们在15到17号9月已经进行了会议，我们也有四个题目：信任、疫情集中、互联网或者数字权利的保护，入网能力。另外呢，透明算法的透明，这是越来越关键的主题。最后的问题是黄金。首先，想要说我们一下子就是很快的要进入。 这种在线的工作，因为我们在英国有全球全国的分成，我们这个几周之内要执行数字化，所采取的措施是我们经济所需要的，我们都可以理解到国内的和世界的经济都需要这些措施，因为我们想要有一个。 弹性的数字经济，现在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经济这个数字经济是非常具有弹性的，然后帮我们保证我们的经济顺差，然后能够利用所采取的措施。另外呢，我们也讨论一些最新的趋势。 它是连接到我们的政策的一些主要这个论点。首先是政府它落实官方与企业的合伙关系，它有一个全国的计划。我们所有的数字这个技术的措施都涉及到全部的英国。 我们想要build but better，就是从今天，但是更好的世界。我们想要有智慧的环境，我们想要有可持续的环境，更好服务，也是为了商业用途。 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依靠与不同的企业合作，包括数字业其他的行业的公司。除此之外，我们也集中在风险、有关、商业环境、数字环境。但是这些解决方案也需要应对一些损失，这也是我们需要做一些在法律规定的改变。总结来说。 由于我们数字部长说了，已推出了85000新的数据措施，所以这表明我们很快进入了数字经济。这大概是一切。非常感谢Nick。现在有请马卡内法耶先生，代表非洲的 IGF，有请请您遵守时限。 非常感谢，欢迎大家从达卡，感谢 IGF 的秘书处组织本会议。非洲的战略是非洲特别需要的，地区的委员会和智能的非洲这些行动。 是针对在非洲国家的互联网的使用、数字技术、
使我们的非洲转型提高就业岗位以及弥补一些数字的鸿沟，特别的目标是针对建造安全的数字市场，让我们的社会的弱网程度提高，建造一些桥梁。 人力的权利也在于教育服务、远程教育。我们还要记住，隐私和安全。至2021年，我们很多公民将会受到远程教育。医疗领域的数字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到2030年。 非洲的90%人口将可以得到远程医疗的帮助。数字解决方案是基于数字领域行业，也包括医疗机构的合作。我们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序，也关注这些程序的发展。 这个战略是依靠团结性的合作，非洲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也是与国际组织的合作，还有接下来的发展。数字战略是我们投资的最基本目标。我们从2020年开始实行。 非常感谢秘书处组织本会议，非常感谢非常好的发言。现在我们快速有请下一位发言者 Carlos Vera， 代表 Ecuador IGF， 您有3分钟时间。 好，不好意思，现在网络连接不好。Carlos， 非常对不起，我们听不到你。 我们仍然面对一些困难，在全球化使用。第二方面是，我们得到的教训，在疫情的时候得到的教训是，很重要，是共同的团体的经济。 很遗憾，声音的质量很差。我们听不到您。对不起，我们现在听不到您说话。很遗憾，听不到。 对不起 ，Carlos， 我们现在要转到下一个项目，我们已经超过了本会议的时间。我们现在想邀请接下来的代表人，他们代表欧洲互联网治理对话这样的一个组织。两位，你们有共同3分钟的时间，请遵守。 非常感谢 Flavio， 我们希望能非常简单的说一说。今年 EuroDig 在6月份举办，作为一个虚拟空间里面的活动，我们提到了主要是欧洲的经济在疫情的情况下。
我们原来准备了其他的主题，但是因为是正好是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间中，我们决定谈起一些更重要的话题，集中在经济。我们讨论了在发展欧洲的数字经济，在这个疫情的背景下。 那我们的论坛主要是提到了一些疫情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对创新、对人权、对经济的影响。我们进行了很热烈的讨论，包括 OECD， 欧洲理事会代表人，还有公益委员，还有学界的代表人。我们进行了原程的会议。 我当时作为会议的联合主席，我现在想邀请我的同事，大概介绍我们当时讨论的结果。我们集中在许多不同的事件，是有关疫情的事件。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趋势是否会以后得到持续？我们现在想考虑一个，我们希望社会。 将来会形成什么样的样子？在这个社会里面，数字技术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也讨论了如何面对目前的情况，使用新的技术。我们知道，我们首先必须弥补数字的鸿沟。我们也需要更关注未来的趋势，按计划我们的投资。我们也需要采用这样的一个投资方式，为了改善互联网作为主要的通讯频道。 当然，这个周围是一个很广泛的经济环境，所以我们需要考虑到前面的和后面的条件。首先，我想表示非常感谢我们成功的实现了这些目标，请关注我们的工作，也是未来的工作。非常感谢 Mary 和 Marcel。 我们现在已经快要结束了本会议，很遗憾我们没有时间进行讨论，因为我们需要结束。现在还想邀请安妮总结一下我们刚才执行的投票的结果。这个结果将发送到所有的 NRI 跟他们共享。 是否你们可以看到了？已经显示好了。这是投票的结果。大概的说，我想简约介绍一下我们能看到的内容。这些结果，好像我们的参与者看到了。 数字技术有很大的潜力支持在疫情期间中的社会。在我们问了是否有一些已经很好的实践和政策，那这些答案大部分是正面的，少数是负面的。那在将来。 在我们考虑现在已经做了什么事情，以后会在进一步改善什么？非常感谢安妮，正如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主会议会产生一种信息，这些信息是由组委会准备的。两个星期以后我们会提供这些资料。正如跟其他的会议一样，作为结束。 参与者会宣布一些承诺，有关未来的 IGF 的工作。那我们对整个这个社群建议的一个承诺，所有的 NRI 参与，现在有139，会继续支持对话，多方面的对话，有关。 互联网优先事项，这是我们要承诺，以所有的这些组织做出一个承诺，这是我们要承担的一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和年要承担的任务。非常感谢所有的各位，现在请安妮正式封闭本会议，再一次感谢 Flavio 和 Mary， 我知道你们非常不简单的人物。
有许多原因，你们做了非常棒的工作。从我的经验，我知道这个主持的工作不容易。接下来我们还要进行下一个会议。我知道主持会议是非常难的工作，因为所有的发言者有很多话，有很多意见要说，有很多好的时间要分享。我再一次表示所有的代表人他们努力的工作，也 感谢所有的协调者和合作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我们在这一年中的工作。在聊天室有人已经提到了下一个会议是有关安全，也是在这个房间里面进行，所以你们不需要离开，你们可以留在这个室里面。那我现在正式宣布本会议结束。再一次表示感谢。 肯定所有的人们都可以得到很多收获，你们都听到的、看到的，介绍所有的信息将在邮件中共享。Flavio Mare 再一次非常感谢。现在大家要回去下一个会议。 Wszystkim dajcie spokój.